们平安。感谢主，今天早晨我们又能够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向神献上敬拜。如果今天早晨有所办好其他事情，我们可以放下手边的事情，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喜乐的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一同拍手来敬拜我们的神。Hallelujah.
万有，就来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今天早晨，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，我们最终就是不是要来赞美你、称颂你，因为你真伟大，主啊，你真伟大，你是奇妙的救主，主你是伟大，你伟大无比，主啊，有何止像你一样奇妙伟大？主啊，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赞叹你奇妙的作为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是伟大奇妙的主。主，你不单单是伟大奇妙的主，主你更是爱。阿门。主你更是爱。阿门。主你就是爱。阿门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是守约之神的神。阿门。主，你是有公义有怜悯的主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主，你是大有能力的主。阿门。主，谢谢你，你如此的深爱我们。我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位伟大的神如此的深爱我，谢谢你顾念我的需要，谢谢你在乎我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。你从早已走完路，通关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，那是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刺骨钉伤苦痛，与我一生盼望你圣洁光照于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次
在这个时窗上面就打上你要开口一句一句，我们每个人就在这个上面就一句，然后你看到别人在打这个赞美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就跟他一起说阿门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。谢谢你，耶稣，我要你的爱，更多的来回应他，更多来跟他。
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。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耶，我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耶，我爱你。丢弃你，不抛下你。他说：“我总不忘记你，即我有忘记的，我从来没有忘记你。”或许你觉得神离你好远了，但是他要对你说：“孩子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。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，我仍然没有忘记你。”或许在这个疫情的期间，你会产生好多的疑问。你会有好多的猜疑，神是不是忘记了我？他是不是忘记了台湾？但是神，他从来不忘记你，他是信实的神。他说他爱你就要爱你到底，他是守约之慈爱的神。因此我要来向会你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是的主，谢谢你透过经文告诉我们，即或有忘记的，但是你不会忘记我们。是的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的爱，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主是信实的神，你不会撇下我们，也不会丢下我们。因此孩子真的在这里祷告说，是的主，我们不害怕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不会丢下我们，也不会抛弃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祝福，真的是祝福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。或许你感到孤单的，你感到神已经离你好远的，主啊，你再次的用你的爱厚厚的来浇灌他们，主啊，让你的爱更多的浸透进入到他们的内心里头，就让他知道你的爱永远不变。叫你的爱永不改变，就是谢谢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将他们藏在你的爱里，让他们住在你的爱里面，也把台湾交在你的手中。就是谢谢你祝福台湾，叫我们相信你不会忘记台湾。就是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主，主谢谢你，也透过今天的讯息，主你再次来对我们说话，主你透过讲台讯息再次的来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主你的话今天要感动我们的心，感动我们每一个人。主谢谢你，谢谢你，
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荣耀归于你。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所以好不好？我们一两分钟来等候神，在等候神的时候，跟神说：“神啊，读我的心，读我的心，让我要起来。”主，让我今天我虽然我在家里，主，可是让我的心是起来奔向你的。主，如同大卫说的，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这首诗歌，北风兴起，南风吹来，两人啊，愿你来，我渴望远走，一处相信，愿你心得满足，为什么你的心要得满足？北风兴起，南风吹来，两人啊，求你来，引我属于你，你属我，不是我起初和最后的爱，天色已黑。
Thank you.